搞得我自己累死，我何必呢？真的。为大家开心就好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来唱自己的歌了。没有。现在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我大黑风上一张专辑的一首好听的歌曲。那这首歌曲为什么好听呢？因为歌是我自己写的，所以好听啊哈。那这首歌呢是改编一首非常古老的台湾民谣。 叫做六月茉莉，有没有听过六月茉莉？都有听过哈。那这首歌呢是改编一首非常古老的台湾民谣，叫六月茉莉。那它我把它加了很多新的元素进去，那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希望你们很喜欢。那这首歌就叫做六月茉莉，谢谢。 的甜蜜，时间的堆积，我来弥补。
下载，我说如果下载不到的，把你的 email 给我，我寄给你们。你可以到那个大台风乐团粉丝专页 Facebook 去按个赞，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好吧，真的讲真的，有 Facebook 的举手。这时候谁敢不举手啊？都有哇塞，这么土的事情没有人干得出来。怎么会 ？Facebook 是个很不错的。真的，到我们大台风粉丝专页按个赞，好不好？婆婆，记得是子孙代代出状元哦。哇，你拢知呀？他们很棒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台下有没有玩乐团的人或热音社的？在哪里举个手让我看一下？还有尖叫！没有，可以尖叫，可以尖叫。没有，我要替女性的玩乐团的女生争那个争取一下权利。谁说玩乐团只有男生，女生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希望喜欢玩音乐的人呢，我们借着那个卢市长对我们的照顾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女生可以多多组乐团来出风头，把那些男生都干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唱个轻快一点，那这首歌算是比较怀念金曲了啊。然后还不错，那大家可以听看看，这首歌有那种恰恰的感觉。再来这首叫做《宝贝，对不起》啊。
样会在场跟大家见面。没有的事，我没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都自己人嘛，开一下玩笑。下个礼拜开始，你要到大陆去。不过还是比较喜欢台湾啊，说真的。没有，我们为台湾争光啊，我们去参加他们另外一组的中国好声音。就赚人民币，对不对？对，赚人民币。好。那个干嘛杀啊？再来，有什么婚丧喜庆的需求的吗？要求婚也可以啊，或是你要告要告白的也可以。哎，那个没有谈过恋爱的请举手。举手。最好是啊。谁？没有谈过恋爱的，没有谈过恋爱的。你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哎，没真的没有吗？那你站起来一下，站起来一下。干嘛站起来？站起来！只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喜欢他的人就可以跟他联络。比较害羞。那你把电话留给我好，我帮你征婚。分手了吧？你们就凑一起。没有，我怕太委屈他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我希望所有朋友一起唱。对，我们来教教大家怎么谈恋爱好。对对对，一起唱要大声一点哦，好吧？好，带来这一首叫做《恋爱 ING》。啊，你都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，我没看到他们的手，来手举高好看一下，你们都有手啊。对，我们一起再一次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，预备。对，唱得非常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对，对，我们剩下一首歌的时间。好，对，我要请问一下大家，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乐团？知道。都知道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唱大台风的歌，就是我们对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首抢先播出，因为这首歌是我们接下来要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。歌名就叫做《大台风》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回家，
应该网络上现在抓不到了，因为还没上市嘛。大家先听好不好？对，还没上市，现在先听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，叫做《大台风》。掌声加尖叫！哇！吹来和风鸟语花香，上天跟我吹来凉风多么美好，吹天跟我吹来柔风轻扬地面，冬天跟我吹来满风温暖人间。谁是你的伤心？谁是你的失落？进去天进去，风从哪里吹去？风向向你吹去。谁来幸福给你？谁来快乐给你？谁来麻烦给你？风从哪里吹来？风向向你吹来。风挡大海风，风挡大哥海誓山盟。大家愉快的一个假日，谢谢。先把时间交给主持人，不要客气嘛，继续唱。